来来来。你坐太边上了，我中间你好久没、好久没回来了，没事，快快快快快！对，确实我们离上次录制还是有一些时间了、啊，两年多了已经，两年多了。对，尤其是小八，因为跟我们录完先导片以后就，就头发都长了。对啊，头发都长。你都不知道你错过了多少事情。有什么事情我错过？你问 Henry 你的 MBTI？ 你的 MBTI 是啥？我本来是 E， 现在变 I 了。那现在是？I love you. I love you. 好，有见过、有见过这眼线，他们教我的，好不好？那天 Harry 用这一招控了我们一车七个人15秒，跟刚刚你的反应是跟我们是一样的，是吧 ？I love you. 哦，挺好，挺好的。回去要不要学也用起来这个？我的 MBTI， 我的 M 那叫 MPP 都是 MBTI， 那个叫干懵了。MBTI 是什么 ？THE8 ，TH 哦 ，TH the eight 啊。这一次回归里，就是有一段特别快的 house 的舞蹈，就像踢踏舞一样的。哇，这个迪好难、啊，迪哥最擅长了踢踏舞啊！对他今天穿的鞋，我这个鞋就是非常踢踏。哇，来吧，哎，小心这袋子。你那个绑一下，你待会儿会，你待会儿会。太容易。对你这个，哎、你不那你帮我系一下子。但这个会绊倒哎，这个真的很你看好 ，OK， 可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大帅来了，哦哦，噔噔噔哦，哇，好难跳哦，哇，他的眼花缭乱，好忙啊，这个脚，哇哦。哇！哇！哎，他最快的时候，我看到了四只脚，厉害厉害厉害！迪哥，这也是你的，这个根本没办法学，你不觉得？迪哥来一下，我从何来起？你就模仿一下吧。I hate you。哦，改舞种了，现在改舞种了。准备啊！帮帮哎 ，set one two three go。哎，有感觉，完了完了，我被他带跑偏了，有点。用一个八拍征服你。哎呦呦呦呦呦呦呦！哇哇！哎，怎么样？是真的有哎。迪哥，你早就想到今天要跳，要把拖鞋跳掉啊！这个梗怎么样？特别厉害，这个多少分？100分啊！100分，太好了。秋楠跳舞也很好的。秋楠，快来！哇，好帅哦！他贼。哇，又来了！哇，等一下。秋楠没必要，真的。哦，你没见到过他吗？我没有见到。你好，你好。哇，你好，徐明浩。你一来就把小八给镇住了。我是你的超级粉丝。哦。因为练跆拳道里面有个项目叫跆拳舞嘛，我当时翻跳了宁梦团的那个，他就 nice 那首歌。哦。但我记得你好像也会翻。这怎么让我翻一下？不，你这身装备不适合翻这种。老师的很多主打歌我都会跳，都会是不是？刚刚来放个歌呢，这个等等等等等等，来音乐，只拍秋楠的脚，到时候剪给我。你要偷人家的？他的脚，恶意剪辑。我也不管了，不管了，一模一样啊！我以为他是乱来的。哇！掉出
钱了，掉钱了。太帅了啦！哇哦，哇哦！你这个舞蹈重点太多，身上一直出来东西，爆装备他这个。厉害厉害，他有一个好像有一个手势舞来着，是不是？我现在累得只能跳手势舞了。我们先学一些基础动作，然后待会儿跟音乐来吧。基础的，就最简单那种哈。一，一，一，二，二，三，四，五。二什么？二是什么？一二三四五，一二三四五，一二三，你在干嘛？六，然后下面这个就是手指舞，要这样。哦，然后最后一个，中华人努力搜了吧，中华人努力搜了吧，像望远镜一样，好，像望远镜。放下音乐吧。那明浩要不要帮我们对对个形啊？都要在前面这样半蹲着。来，我在中间。OK， 来，辛苦你们。不辛苦，不辛苦，就爱搞这个。我也想，但是不想这么你们这么累。没关系啊，没关系，我不累啊。嗯，我前面那个踢踏舞累。这个还行。来吧，那试一下。来。我们学得好快啊，感觉好像踢踏舞也能学会哈，要吗？不要，太感谢了。可以可以可以，大家都可以玩这个手势舞，我们都能学会，你们也可以。哇，他手指好长啊。对对，明浩的手指很修长。哇，好性感哦。我们累死累活的。好性感。好性感，怎么还给你们把盖打开？确实真的长，你就哇哦！我不会是这里面最短的吧？我们两个看一下，我其实，你是最短的，那来离得最远的先选，我呀，跳一个，跳一个，上官明浩，上官明浩怎么样？司徒明浩、公明浩、西门明浩、顾明浩也不错，冷明浩、上官明浩、上官明浩不错，感觉挺温柔的。